今天又出来上工了啊，穿的这个袖套啊，最近被晒得蛮黑的。昨天上线比较早，11:20多就出来了，今天是11:25。然后昨天运气不错，送了15单，花了2.5个小时，赚了70几块钱。今天呢，就想说不知道，跟昨天一样会不会有好运气嘛？我就早点出来啊。不过现在好多骑手在这边等单啊，不知道现在这个订单开始转动起来了没有？刚刚平台就派单往骑手了，一下子派2单来，然后我就不想往骑，我就拒掉了。过了2-3分钟呢，又再给我派一组，又是往骑手。那我觉得还是接了算了，要不然在这边光等东等西等的，又是很浪费时间。往西走，往西走吧。不过这个往西的这方向的话，回来不知道有没有4路单，就比较难一点。辣汁肉夹馍啊，94号，美团94，94出了吗？94还没出啊，来麦多盒。42出了吗？42，还没啊。好，这样啊。42吗？嗯，对。好。94好了吗？94。94好了。21.4，谢谢啊。来，第一单跟第二单啊。现在来硬盘紫菜包饭了、啊，取2个单。第三跟第四单了、啊。55跟62。55。快点。62。62，你那有62吗？有61啊，62看到了。好，2个单拿走了、啊。他们家出餐是非常快的，会加凉皮啊。第五单。现在来电吃，就送可爱菜狗天使，数量有限。168。拿到了啊，第五单。烤肉拌饭。现在来到丰航家苑了。应该是1号楼吧。没有写楼号啊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到外卖到门口了。您放在那个门把手上就行。哦，行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建兴苑3D啦，我到了，12号楼2单元，到了。喂，你好，外卖到了，可以开门了啊。两份啊，小心啊，好，谢谢。这是木材厂职工医院啊，这看起来不像医院啊，看起来像是住的地方，是医院。喂，你好，给你送上来了，来，你好，哎，来，谢谢啊。刚才里面有人躺着休息，我都没有进去了，就让那个大叔出来自己取。因为身上还有2单啊，2单送完就没有了。好、啊，出来了，居于新天地啊，新天地写字楼啊。太多了。你点的外卖吗？不是我点的，谁点的？我看看名字。这个高女士。高女士。对。是。谢谢啊！找到人民公社16号，美团16。在通发了，你这发那个大叔这。第10单啊！里面吃饭的人真多。那送月桂树酒店，叫人上楼。喂，你好，给你送到3楼了，在找位置。上来了吗？上来了。行，我在门口接。好好。
谢谢啊。来到这个美食城，完了，黄焖鸡翅三，麻辣烫。黄焖鸡翅三，天水麻辣烫是哪一家？啊，这里是天水麻辣烫吗？甘肃天水麻辣烫是。说大家对。23出了吗？地址在那个青年酒店那个是吧？美团23。这已经半天了啊。这个是我的。对。谢谢。出来了。现在还有两单啊。现在目前车上三个单了。便利店取餐啊，两个。3233。三二呢？到店操作失败。对，好了吗？哇，东西这么多啊！对呀、啊，你们都给他拿了之后给他卖出去。哦，一起的。哦，知道了。从这口子去20号楼，找一下。这就是20号楼啊，找下5单元。先把这个711的给送了，收上那了去吧。外卖到了，开门吧。小心拿两包。好。加班动力啊，找下59号楼。找到了。小心啊。哎，点外卖是不是？您好，谢谢啊。放前台就行是吧？前台就行，放前台就行，我就在前台。好好好，行。放前台花旁边啊。今天还行啊，出来一个半小时，现在还不到一点，12:58送了11单，11单的收入是62.7啊。现在目前暂时没有单了。现在走到这个银泰百货这边了啊。这个位置是在九门东站地铁站这边，然后想要借个顺路单，但是平台上面没什么单 啊刷不出来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吧，最近还比较忙，就回去工作了。